好，我是九妹，今天我就摘一点水果送到县城水果老板去，然后顺便去一下美容院，因为我就被江西电视台邀请去参加一个时尚的节目，所以要给自己打扮一下哦。到了，这里就是水果田了，因为路不好走，所以就不能继续的开下去。被电视台邀请去，有点紧张，而且还有点害怕。那我就削一个给你们看看。水分又足，而且都是甜的。我就要出县城啦。美容院就这里了。我现在就是过来拉面毛，把那些多余的小条的面毛拉出来。它这个面粉就是为了拉面毛的时候就没有这么透。拉到这个地方特别的痛，搞得我都去盐水了。水果店老板就在前面了，所以我放了水果给他，就到这里的营业来想了解九妹最新鲜的土特产，请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。来西瓜视频关注巧妇九妹。